我每次看到潜能班的孩子，我就特别想博俊博荣，我好希望他们能够每天在我身边。有时候对小孩要残忍一点，否则明明找不到。但对我来说，他们就只是孩子，我就是舍不得。你不跟我说你跟我是同一国，你骗人！你明明就跟我妈同一国，你让钱想要把我丢掉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至10点，国运停车泊车去，开创者。